这边就是卖韩国货的地方，都是韩国原单。这边这家店铺，这家的话也是卖韩国货的，这家都是，这两家都是位于红棉。我现在是在红棉，看一下他们的一个陈列啊、哦，他们的一个陈列的一个色系，这个是偏亮一点的黄，明黄嘛，这边就做的比较文艺一点的，大地色系。你看他们的颜色，这件是羊羔毛的材质来的，感觉好欢快，圣诞的感觉有没有？这边这些也是韩国货的感觉，它里面的话会有童装啊，都是亲子的那种感觉，比较名媛风的亲子。这家也是韩国货来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色系搭配。现在很多地方在清货嘛，但是他们家有很多春款啊在上市，新都是新款上市，很多家。这家也是，大家看一下搭配哦。呢子外面，它外面搭一个马甲。这边都是做韩国货的。这边的话就是十三行那些货了，这边你们可以可以明显的对比，就是跟韩国货和十三行做的那种货的那种感觉啊。小姐姐这个裙子穿的挺好看，这个衣服的质感挺好看，上次在十三行也看到。这个多少钱啊？这个啊，399是吗？这个看一下里面复合的，这个390只，挺好看的这款。这皮草呢？这皮草多少钱？皮草马甲899。这个是春装的感觉，这个裙子这一套搭配，外面挂这些就是清货的。这次这上面的衣服都会价格会比较高一些的。刚才在下面一楼也看到了这一家，款式是一样的。这边的话感觉人会少一点。这一家也是做韩国货的，里面好多人在挑。